你叫什么名字？陈硕。就一直跳墙也啊？没进专业队啊？嗯，没有。你现在跳一场300，算挺厉害的吧？还行吧。也没去比赛什么的啊？也没有。那最厉害的是不是跳一场能把家里的债全还了？还了债。 可以去跳职业队了，你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。想不想来青丹号玩玩？想不想来青丹号玩玩？我想呢，让你跟队员一块排练啊、走位啊，咱们先说好啊，到时候不上场的哈。那如果我要是表现好的话，我有机会留在青丹号吗？那看你表现啊。 雷哥，差不多算了吧。得让他见识见识职业舞团的强度。我儿子跳舞跳的怎么样？可好了。还练上肘抛了呢，哈！你这么个傻练法，没把自己练住院了，就算你走运了。住过。啊？两次。 您在招聘海报上写了一句话：“一直努力就会成功。”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。 你信这个？开始跳吧。